The information in this video is reviewed by students for COVID. This video is proudly sponsored by Chinese American Civic Association. 感谢收看由 AppilyDay 与30多个非营利学生组织合作，和全美超过100名高中及大学生们为您带来的19分钟解析新型冠状病毒的中文讲解。这个视频的主讲人会是 Haipei、Amy、Makayla 和 Allison。这个视频将细致讲解 PPT 所示的主题，我们会把时间点标注在视频的进度条和简介上，您可以任意跳转到另外一个板块的内容。那么，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而我们又为什么要关注呢？冠状病毒的冠状二字指的是病毒在显微镜下的皇冠式的蛋白质表皮。冠状病毒是一整个系列的病毒，它们之中包括了轻质感冒、重质呼吸病的一系列冠状病毒。很大一部分的冠状病毒只在非人类动物中发病。科学家揣测，这次的新冠病毒是由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现在让我们来着重介绍一下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首次被发现于中国武汉，但在此之前从未在人体内被发现。在今年2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说明了 COVID-19 或2019冠状病毒病为这次冠状肺炎的官方名称。COVID-19 中的 CO 的意思为冠状， VI 为病毒， D 为疾病，而19为发现时间，2019年。科学家的猜想是冠状病毒从动物身上传播到了人体内，然后在人与人接触时爆发，但是还没有全部被证实。现在我们来简短的介绍下这次爆发的情况，我们会提供一些数据和图表来展示这次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病的传播和它的影响。以六月末来看，世界卫生组织声明美国成为此次病毒新的大流行病中心。在一些国家，病人数量的增加可能是由于病毒检验数量的增加，但在其他国家，则是因为病毒的威力可能才刚刚到来。美国已成为了受 COVID-19 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四月初，美国的死亡率已远远超过意大利，成为全球 COVID-19 死亡率最高的国家。至六月末，已经有182,200个美国人被 COVID-19 检查测为阳性，并且至少有105,000 COVID-19 患者死亡。在美国，新冠病毒的传播暂时已经稳定了下来，不过专业人士认为新冠病毒的病例依旧比预估值要低很多，并且担心过早的重新恢复秩序会带来疫情的再度爆发。演唱会、游行还有棒球比赛等等活动早已被取消，失业率大幅度增长，有些州长对于违反规定的人施加了强制隔离要求，就算是一些州放松了隔离要求，官员也再度强调了新冠病毒的持续危害性。由于确诊病例数量的波动性质，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些可信的网站，而不是在此包括所有的信息。您可以找到关于您所在的州、城市以及国家的相关信息。首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 会提供每周关于确诊病例、死亡人数，甚至对于未来的数据预测。然后，您应该能在所在地区的卫生组织网站找到相应数据，请随时查看网站。很多关于测试地点、人口统计等有用信息都会在官网上。COVID-19 的最常见症状是什么？根据 CDC 调查，任何人都有可能有轻度到重度症状。不过老年人以及具有重度疾病史的人风险相对较大，由于接触病毒2到14天后症状才会显现，您有可能没发觉自己身上任何新冠的症状，但是已经被暴露了。新冠病毒的症状包括发热发冷、咳嗽、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疲劳、肌肉或身体酸痛、头疼、失去味觉或嗅觉、咽喉痛、充血或流鼻涕、恶心呕吐或者腹泻。如果你身边有人出现任何紧急症状，请迅速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紧急症状包括呼吸困难、胸口持续疼痛酸胀、神志不清、无法保持清醒、嘴唇或者脸部发蓝。以上不包括所有的症状。如果你有察觉到任何其他重度或者不常见的症状，请联系你的家庭医生。请注意，尽管测试资源在增加，现在依然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去做检查。检测新冠状病毒的方法分为两种，病毒检测及抗体检测。病毒检测会显示您是否确诊，而抗体检测则会显示您是否被感染。然而，由于人体在病毒1到2周之后才会制造抗体，抗体检测也许存有偏差。
即使有抗体，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还无法确定抗体能否防止新冠状病毒的二次感染，以及它在人体内的寿命长短。当您发觉自己有新冠状病毒的症状时，就应立即进行隔离。而从病毒检测结果来看，如果是阳性，您需立即进行隔离治疗。如果检测结果为阴性，这说明您在测试当时并没有被感染，却无法预测您将来是否被感染。那么，谁应该去接受检测呢？对比两种新冠状病毒检测， CDC 建议使用病毒检测。虽然检测的设备日益渐增，能够检测的地方却不多。轻度病症在家里就能痊愈。然而，如果您有新冠状病毒的一系列症状，请速速联系医生，然后上本地卫生部官方网查找关于病毒检测的信息。COVID-19 是怎么传播的呢？我们又如何保护自己呢？新型冠状病毒很容易持续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病毒具有高度的传染率，且其症状会在2至14天后才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为：一、6英尺内的近距离接触；二、感染者在打喷嚏、咳嗽和说话时的飞沫接触；三、接触带有病毒的表面。目前暂时没有任何疫苗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此病毒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来传播，所以最好的预防方式是自我隔离与社交隔离。首先，请注意洗手。再三强调，洗手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洗手的时间至少要在20秒。如果没有肥皂和水的情况下，请用含有至少60%酒精的免洗洗手液。那如何用洗手液？请把洗手液倒在你的手表面，然后摩擦到干就好了。在手没有清洗过的时候，务必不要碰脸。社交隔离跟洗手一样重要，即使在家中，也要避免与病人的密切接触。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至少要6尺远，也就是两手臂这么长。避免大型的群众活动和人群拥挤的地方。请谨记，没有症状的人同样可以传播病毒。接下来就是佩戴口罩，因为即使您自己没有感到不适，您很有可能将新冠病毒传给其他人。在公共场所，每个人都应该佩戴口罩，而在某些地方，像私人医疗保健设施和杂货店，也要求你戴上口罩。另外，请谨记与他人保持6尺距离。尽管面罩有一定的作用，它无法提供100%的保护，因为我们仍在尝试找出病毒的其他传播方式。请记住，您不应该佩戴为医护人员设计的口罩，包括 N95 呼吸器和手术口罩。我们希望您能为在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节省这些资源。您应该每天都清洁和消毒经常接触的表面，比如说门把手、开关、手机、键盘、水龙头等。用肥皂和水清洗只能减少表面上的细菌，但是消毒可以杀死上面的病毒。请始终遵守制造商的说明，建议给电子产品上加可擦拭的盖子放在电子设备上。若没有指导说明，请在消毒后至少使用70%的酒精布或喷雾剂彻底擦干表面。进行洗衣，处理病人的脏衣服时要戴一次性手套，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洗涤物品，并使用最温暖的适当水温设置，将物品完全干燥，不要摇晃脏衣服，在使用前对衣物栏进行清洁和消毒，用我们在上一个图片中提到的方法清洁和消毒。洗完衣服过后，请脱下手套并立即洗手。我们现在来谈谈防护措施，比如说布口罩。随着全国各地的城市和州开放宽限，保持安全势在必行。在大多数情况下，病毒可传播高达6英尺的距离，但是当超市和市中心开始排队时，很难保持6英尺的距离。在这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工作场所和杂货店和药房戴好口罩，同时所有两岁以上的儿童在难以保持六英尺距离时应戴口罩。图片上的是由 CDC 发布的无需缝纫的口罩做法，您只需要一个头巾和两根头绳。如果你生病了，你该怎么办？如果您生病了，除非需要去医院看病，务必待在家里。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请尽量避免去公共场所，但请不要灰心，因为大多轻微症状都能在家痊愈。考虑到家人的安危，病人待在家里的时候同样需要进行隔离，家人可以给病人安排一间单独的房间，限制病人活动范围。在这期间务必照顾好自己，多喝水，多休息，利用这休闲的时间调养身体。类似对乙酰氨基酚的非处方药有助于康复，与您的主治医生保持联系，在您需要医疗帮助时可以给医生打通电话，避免像出租车和拼车的交通工具，这样有效防止了新冠病毒的传播。如果您的症状持续的恶化，请立即与紧急医疗部联系。如果家里有感染者，作为看护人您能够做些什么呢？首先， CDC 建议您为病人保留单独的卧室和浴室，如果需要清洁其区域，请务必戴一次性口罩，并只在必要时进行清洁。如果您需要与病人共同用一个卫生间，病患者需在使用后自行清洁和消毒，之后看护人和其他家属应等待尽可能长的时间再进行清洁和消毒。若他人生病，食品和垃圾篇。一，病人应与其余人分开，单独的在一间房间吃饭。二，洗碗时应用 A. 一次性手套 B. 肥皂和热水。三，专用内衬垃圾桶 A. 一次性手套。日常生活与如何应对。日常生活之如何应对隔离，有许多课余减轻压力和调整情绪的方法。减少看新闻的时间，做拉伸、冥想，灌入积极的观念，注意健康饮食和均衡饮食，运动，避免毒品与酒精，明确分明工作与私人生活，与家人及亲朋好友保持联系。如果您有心理疾病，请自我监控新的或恶化的症状，防备须知，需格外注意的人群，65岁以上的老人，住在养老院或称其护理机构的人，患有以下疾病症状的所有人，慢性肺病及中度至重度哮喘，严重心脏疾病，免疫力弱，严重肥胖，糖尿病，慢性肾脏病，基础透析，肝病。65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新冠病毒期间的高危人群。据不完全统计，65岁以上的死者占全美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 80%， 也就是说，10位死者之中八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图表统计着向国家上报确诊的成年人百分比。65到84岁的确诊老人中，有31%到59%的人住院治疗，而85岁及85岁以上的确诊老人中，有31%到70%的人
住院治疗。由此可见，两者的数据差距并不是很大。注册在长期护理机构的老人中，11%-31%的确诊人数是65-84岁之间的。然而，85岁以上的确诊人数只占6%-29%。65-84岁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占4%-11%，则10%-27%的新冠死亡人数是85岁以上的老人。你的宠物应如何处置呢？有些冠状病毒会使动物感染，然后传播到人类身上。虽然这种情况很少，但是有可能会发生。目前舆论认为这是新冠病毒的最初来源。第一例感染源的病例来源于中国的一家农贸市场。美国第一例检测阳性的动物病例位于纽约市，一家动物园的老虎检测出有呼吸道疾病。公共卫生官员认为这只老虎是被一位检测出阳性的动物园员工所感染的，调查仍在进一步进行中。不过，你能提前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如果家里有养猫，就让猫好好待在家里，不要让它们出去自己游荡。遛狗时需套上锁链，并且与其他人或狗保持2米开外的距离，不要去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不要给宠物佩戴防护口罩，这样做可能会危险到宠物，不要让宠物沐浴或接触到不适当的产品，其中包括化学消毒剂、含酒精产品以及过氧化氢等。目前为止，公共卫生还并未证实新冠病毒会通过动物的皮毛进行传播。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顾虑，请与你的宠物医生联系。当你得病的时候，让家里的另一个人帮忙照看你的宠物，不要与宠物进行任何接触。如果不得已发生接触时，请佩戴防护口罩，接触前后需洗手。当你的宠物得病了时，除出门接受治疗以外，请把宠物留在家里，应与宠物医生保持密切联系。将生病的宠物与家中其他宠物进行隔离，有可能的话，请将生病的宠物安排在单独的房间里。上述的防护措施与照顾感染的病人的防护措施是非常相似的。如果您计划去旅游，请仔细观看以下内容。每个国家的出游政策界有不同，所以得知你自己的国家的出游政策非常关键。根据 CDC 的条文，新冠病毒的出游建议分为3大等级，一级与二级都是有限制，但持续不断的社区传播。三级代表大范围无间断的传播，其中包括进去美国的限制条文。就6月1号而言，美国身处于三级出游建议，但无限制进入美国境内。不过我们要知道，当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是三级出游建议。新冠病毒的流传性非常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尽可能的减少去游。CDC 建议因新冠病毒而取消所有不必要的出游流行。全美国50州都出现了新冠病毒的确诊与死亡病例。
而且报道数字每一个都在发现改变，出国会增加暴率的可能性，所以记住，在家进行自我隔离是保护自己和保护身边所有人最好的方式。以下是不得已出行的一些建议与提醒：出行前带好足够的必备药物，以免生病无法接受治疗。请随身携带足够的免洗洗手液，湿含至少 60% 的酒精成分。公共场所需执意佩戴防护口罩，准备好足够的食物，尤其是防腐食品，以免商店与餐厅暂停营业。当你一定要出游时，要谨记不同的出游方式所带来的不愿潜在危机。飞机出行会在机场等待一定的时间，期间可能会与密集的人群接触，还会经常去摸公共设施，在飞机上也很难与他人保持间距。若乘车出行，中途在休息站吃饭或使用洗手间会增加暴露的可能性。乘坐巴士和火车出行，无论旅途时间是冗长或短暂，都会与其他人有两米以内的接触。结束国际出行或邮轮出行后，需居家隔离至少14天。由于新冠病毒在邮轮上的传播性非常大， CDC 条文建议所有人将邮轮出行的活动延期安排。在这14天之内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每天测量体温2次，留心观察自己的症状，尤其发烧症状需格外小心，可以寄一张体温变化表。二、居家隔离，不要与其他人有任何接触，不要上班或上学，与人保持2米开外的距离。请记住，即使在有些城市已经被解除隔离，但是病例量可能持续增加。你我能在这种情况下做些什么呢？COVID-19 全球大流行中，你我可以用许多方式来帮助。虽然我们在社交隔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邻居保持联系，与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如果自身条件可以的话，请给非营利组织捐款。这些可捐款的组织为个人防护设备非营利组织、试吃事务银行与商铺。不管你捐献多少钱，任何金钱都会带来好处。还有，在这非常时期里，请帮助小型企业，因为目前的小型企业正在增加并需要你的支持。你可以通过订购食物来帮助他们，请尽力支持他们，跟你身边的人保持沟通，给前线医护人员写信，与告诉他们你的感谢。请定期跟你身边的朋友与家人视频沟通，开 Netflix Party 等与家庭对话，通过你的爱好来筹款。启动一个筹款非营利组织，比如说有些学生开始免费教孩子，另外一些人开始制作手工艺品来卖。你还可以跟当地餐厅给无家可归的人分发热食。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忙，且想出来你要怎么帮忙是你的工作。请记住，目前分离其实是最好的团结方式。许多的企业重新开业，隔离也逐渐结束。我们还得进行社交隔离来实现我们的长期目标。此时我们需要一些自我牺牲，
来尽早消灭大流行。感谢收看，希望您保持身体平安健康。This video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American Civic Association,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empowers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hrough educatio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ivic and public affairs, as well as charity and community improvement programs.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video is reviewed by Students for COVID, a multidisciplinary group of students and healthcare providers,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and other passionate community memb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have joined together in an international effort to support for those who are working at the front lines during these uncertain times.